邱显志被控制啊，呃、被黄国昌控制啊。其实国昌的意见对我们所有的党公职人员的影响都蛮大的，包括我自己。 话说的很婉转，立委林长做宣布退出时代力量。面对外界种种疑虑，他二日亲上广播节目来回应。事事都送党代表大会，那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个正常的决策。就是说，决策委员会就要做决定、啊。那你可以做，量完蛋了。你很想要给党代表大会决定，OK，那你就做一个决定。 虽然时代力量主席邱显志与立委黄国昌都说要强力未留，但显然林长佐心意已决。你会回到时代力量吗？呃，选前我想就不会了、啊。党员呢、啊，有退党吗、嗯？其实我都请他们不要了。我包括我自己的这些议员，包括慈雍。我在跟他聊的时候，我也是跟他说，我退，你不一定要跟我一起退，你好,好本来慈雍要退吗？ 他跟我一样忧虑啦。来于两党夹杀之下，再加上柯文哲创办的台民党，时代力量会不会因此泡沫化、啊？那个时代力量现在比较关注的是政党票。那毕竟我我就刚刚就讲，我也没有要组成政党的这个打算。目前就是要去拼区域的这个艰困选区嘛。所以其实，在政党票上面，我们其实就互相之间应该不会有任何的这个问题。 林场佐开第一枪，或被引发时代力量退党的骨牌效应，再加上高路已用可能遭到停权，后续面临无人替补的窘境，内忧外患不断，时代力量正面临创党以来的最大危机。环宇新闻，宋君毅、杨芷玉，台北报道。